你今天刚跟牡丹国际的波？无啊，这红客桌顶哪会到我白丁堂啊？可能是变上阿桑无细里个叮当着，我紧啊，我会叫伊注意，你甲刷入转去就好。 地址，那用变做金光厝啊！雷冰姐啊，你之前甲我讲，我若想找阮爸啥物物件，爱马上通知你。我想，伊应该就是这啊。你看了？ 安怎啊？想袂到我第一次捌结婚，会变成金光村。恁敢确实有看到伊的变化？当然嘛有看的，你都唔知影，伊当时我阮只缘投仔囝，伊的花哦，那滴落尔，这拨都开始发光啊！迄当阵哦，下当讲是哦，随起前头金光闪闪啊，还袂输咧变魔术咧。阮三个人，鬼拢讲起，一句话拢讲袂出。 而且哦，上届新奇的是，阿姐的玻璃边哦，看起来顿顿，你看，竟然跟我手挂受伤啦！哦，人讲吼，事出反常必有妖啦，那不是缘分到你拜开啊，我爸便行到走起鼻起来啦。我走起鼻起来，这查甫囝嘞，打死要哪会用的？要安怎出去外口讲走桥？爸，跟人走桥是无问题，对生命嘛不要紧，要唔过，若是讲。 无钱啊！我等春天你袂惊啦。相公，我会惊啦。人恁爸我就是有当时小可淡薄爱哭尔，我唔熟啦。哎呦，恁爸个点点呐，听雷皮姐安那讲啦。坦白讲，这发起。 伊会选择献身，一定有伊的道理的。小青，恁敢讲也个？之前我捌甲恁讲过，只要主家、刚家这两家人，有人违反三做，就肯离休；恁总家就会出现这财、这财。我想这发起的献身，就是这意思。要唔过，恁主家、甲刚家拢是风水世家，啊，阮总家。 就跟那个武术甲相拍尔，就是讲有带天兵，我嘛唔知影要创啥，就是讲知啊，我嘛唔像像恁共款会晓做法啦。不，等等，咱一项一项摸清楚，到底是啥物人要违反三做。李明姐，但是恁主角就敢像你一个，你绝对无可能假骗伊嘛。啊，第二个讲价，伊真正个讲道行。 这老妖怪不是浮现在江中的身躯顶，啊，不过这摆江中人变作菜头人啊，也袂当做歹啊。啊，既然无人违反三做，这时阵这金光村走出来，到底想要从啊？
当然是要斩了父母啊！甲来当讲，这个人已经出现啊，啊，不过咱还未发现这个人是啥。啊，敢毋是江超强？毕竟伊早知影这款妖术啦，啊，若讲伊暗中偷练几啊十年，嘛是有可能的啊。你这囡仔是在乌白讲啥？人江超强是谢家的子孙呢，真正搁起来迄个江道生，当作是迄转生术的工具，已经有够可怜啦。伊即马搁为着进前做的歹代志，去人关咧监狱内底，哪有可能出来为非三族啦？是啦，即阵啊，我甲晴天嘛有去看超强，伊确实有真心在悔改啊。啊，若是讲超强甲江道生这两个人，因的个性是完全无同款的。超强这个囡仔，个性就较冲动、较倔强一点。啊，不过江道生，唔那卑鄙，佮无耻，干巧佮阴天，所以因两个人讲是天差甲地。我相信阮超强，伊绝对无可能会做出甲江道生同款的代。阿姨，是的啦，我唔是条怪被讲超强的歹话，我只是真正想无，只个话啥你有白讲，你千万唔好跟我计较呢。袂啦，你安尼想，我会当理解。毕竟这囡仔过去，都确实是惊骗去，有做唔着代志啊。啊，我将军，拄仔你讲迄句话，我就认同的，就是。输出幻想必有妖，我想这应该是张奎爷在给咱提醒。在拄啊，因打电话跟我联络的时阵，我就紧甲阮爸的日子找出来。啊，这日期内底跟我写啥，跟这有关系啊？我，啥？这日期有诶，金光厝。金光处就是这台架咧斩妖伏魔专门用的法器。这真正一模一样呢。这个法器会选到伫这时阵现身，就表示还佫有啥物歪道还袂拄清去，而且是法器选人，毋是人选法器。所以李平姐啊，即摆意思是，这法器已经选定制裁者，啊是啥？既然是将军的话，去北条五帝前法器才现身，安就代表已经选将军成为制裁者。我是这才者，那我要从啥啊？金光处是斩妖伏魔法器，伊本身都有使用力量，所以相对这才者意志一定要足坚定，爱有法度克服障碍，更加爱有大智慧，有法度放弃个人的欲望，才有法度替天行道。啊，若无，敢若有法器？顾里人有崩，什么是顾里人有崩哈？就是爱放弃世俗的贪嗔痴，六根清净，清心寡欲。哈，我都知，六根清净。清心寡欲，安尼唔就等于是我出家。阿姨，我甲子彤拢要结婚啊呢！这才只根本都换做是我哈、啊！阮将军甲子彤，因是度过偌济生死关头，啊，到即马才开始顺利尔呢！
你不？不，咱两个嘛，就我刚才友情重新灌上的。你即摆画册着册，画风景画风景，我变了。你讲的要怎啊负责呢？你大人大姐是要负责啥啊？你无听着咱后生要出家安尼？你干嘛还牺牲伊的幸福？你去爸爸家那做，安尼做，安尼做。有啊，我有听，我有听的啦。我当然无可能封建一世人做乱家啊！啊，不是你唔敢玩啥？那我是我。哎呦，好啦好啦，你拢卖冤啊啦！我都叫我讲啊，是发气选人，不是人选发气。既然金公主已经选到将军啊，恁阁安那钱，阁安那我嘛无路用。我这缘投囝，竟然为着要替天行道，都爱提一个查甫人。上届强上届面的时阵，都爱出家哦。这莫讲对梓潼内底过了，对伊咱的祖先嘛无做交代啊！你是想着讲，如果咱两个以后就要绝交啊？哎，林姐，啊唔对啊！啊，阮爸是哪能结婚，啊，佫会当生我这个查某囝？啊！阮将军都要出家，这无道理啊！我是照阮爸的日记写讲的啦。当时乌册有封印起来，写书有受到压制。啊，不过冥冥中自有天律业力在牵引的。既然这法器拢由我来会出现啦。我们重新嘛无法度啊！老实讲，我愿意放弃一切去替天行道，要唔该我放弃梓潼，我了解，我当然嘛了解你甲梓潼的感情，梓潼嘛是我的外甥女啊，我嘛真唔甘。所以，将军，即嘛来看你啊，看你是要选择接受天命。替天行道，还是要选择你终身的个人幸福，你家己决定。我唔知五忙偌久，才五忙到梓潼这个完美的新妇呢，都敢差结婚登记尔，结果呢，咱后生将军煞要出家才会当完成伊的使命。我哪可能袂烦恼啦！我即摆甲我想着，拄仔吼，咱迄因老囝听到要出家，安尼规面青顺顺，我心肝内面我唔甘的，我真正考虑着过去哦，我退出家就好。咱将军即摆唔知要安怎才好啊！伊若是顺天命去做个制裁者，伊就会对不起梓潼；啊，伊若是辜负梓潼。阿对对不起众生，哎呦，你咱后生的个性吼，一定会排在罪恶感，排一世人啦。就是讲咩，啊？哎，你啊，哦，我处理啦，啊，你就跟梓潼好好交代。今日要跟梓潼讲啊！将军啊，妈妈跟你讲吼，喂，那个喂，喂，免喂免喂免喂，已经挂掉。哎呦，啊，谁啊？赶紧去要跟梓潼讲啦！啊，上门嘛，跟咱两个参详一下啊！嘿，嘿，唔呐，关系着因两个人的未来。咱将军嘛是咱蒋家，啊，佮有王家唯一血脉呢。哎呦！你们卖怪伊，老伊即摆心情哦，绝对比咱两个搁较沉重。